张开嘴巴一点。你好，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场面，对你的这个神奇的功能感到非常的折服，谢谢，是有些害怕。我是想，不要害怕。我是想我自己在整整三年前，以来回三年前的今天，我突然一下子头昏就晕倒，然后就送到医院。这三年来，我走遍了中国国外的所有的医院，查不出任何原因，我就是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是头疼头晕。我们家里人也有幸福，他也帮我请了好多的。我自己呢，说实在，我也不是太信，因为我也没接触过这种场面。我们家里人帮我。台长今天就回家，你相信？台长都可以帮你治。我妈妈不知道帮我磕了多少头，进了多少符，烧了多少香，但是就是什么也查不出来。你嘴巴里最好现在不要乱讲了，听得懂吗？不是不灵。第一个人有孽障，第二个你这辈子相信都不相信，你妈妈求有什么用啊？你肚子饿，你妈妈请你天天在吃饭，你会饱吗？这么简单道理听不懂啊？你要自己求的，你不求。一开始我不信，我不求，后来这一年来我也一直在求。单单求是没有用的，要念经的，明白了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65年属蛇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在你头晕三年的之前，你家里有没有一个人过世？我头晕是09年开始的，但我爸爸是04年。对，你知道谁在你的身上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跟你爸爸长得非常像。对，一点。帮他找到毛病了吗？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了吗？我非常，我现在太信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信了。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我没有回去。对了，而且你是个讨债鬼。听得懂了吗？没回去倒是小事情，因为你一直让你爸爸烦恼，而且你不是太孝顺。听得懂了吗？哎呀，我也买糖给我爸爸吃，加拿大巧克力每次我都买回去给他吃。对呀，我对他很孝顺。你看他当不要吃，我在吃点的。听不懂啊？不够孝顺，差得太远了。他现在在你身上，你现在好好的忏悔吧。你每天要给他念三遍礼佛。什么？三遍礼佛大忏悔文，他帮你记了，人家帮你记的了。还有，给你爸爸念小房子49章，待会出去问，好吧？在你念到大概21章到38章当中，你爸爸会回来看你，听得懂吗？看你就是梦中，你会看到他的。你给我老实一点啦，嘴巴不要再乱讲话了，明白了吗？哭也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做人不要在活着的时候对老人家不好，对不对啊？死了，哎呀，我真对不起他，没什么必要，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对他好一点，对谁只要有缘分，我们就对他好一点，大家都说对不对啊？好了，我把你毛病找出来了，你自己。好好的念小房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要心中一直感觉到爸爸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很惭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慢慢走就不会晕了。而且你一定要跟他讲，爸爸，我一定把你超度，听得懂吗？不要难过了，今天你已经相信了，台长会救一个人的，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念经了，自己开始吃饭了，所以你自己就会饱了，而不是叫你妈妈吃饭，你肚子还是饿的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不能下去，还不能下去，还问个什么问题啊？因为你要做到3000实在是很难。要命，抽签可以，抽号。现在怎么这样？你怎么不说中骆驼？
也没有灵性，他身体也很好。可以帮你数筹对吧？哎，你告诉他有灵性，在他的胸部上面，要叫他特别当心，他的乳房会出事情的，乳腺增生要特别当心的，明白了吗？怎么办？念经。念什么经？小房子，我告诉你，要想不出事情，你小房子一个星期念三章，好吧？你们听台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没有生癌症的人，如果有决心念49遍大悲咒，台长保你不生癌症。不要等他生出来之后再念49遍，就不灵了，听得懂吗？就炸药一样，不要让它爆炸，爆炸之后就不行了，没有爆炸之前可以，好了。